转载自百家号作者萧月侃八卦，这是我写朱一龙的第118篇文章。转眼进入10月份，已经一个多星期，战魂女孩与朱一龙热恋四个月了。而10月份朱一龙又收获了一个新爱称，这称呼的来源网友叫呼可爱。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，以前微博上满屏都是朱老师、龙哥、居居、居仔、大哥、泡泡龙、龙龙，但是最近打开微博却是被龙龙给刷屏了，有些小龙包还不明白，放了几天假回来，怎么大哥又变成了龙龙，我究竟是错过了什么。但知道龙龙这个称呼的由来之后，我们只会觉得好可爱好有趣。最开始龙龙这个称呼是出现在朱10月5日在微博发布的一个视频里，视频以麦兜小当当为原型进行配音，本是一个反黑视频，但视频中将朱一龙亲切的称呼为龙龙，再加上读这两个字时嘎嘎的萌萌的声音，看过的网友都直呼好可爱。这条微博也收获了成千上万的评论转发和点赞，因为觉得可爱，一大批小笼包将龙龙这个称呼用到了其他地方，发微博的时候用，评论的时候用，各种场合开口闭口都是龙龙。很快龙龙这个称呼就风靡了整个小笼包圈，这个台湾口音的龙龙真的很可爱，用在对话里也是萌哒哒的。近几天微博上的小笼包们说话的画风都是这样的，龙龙你在干嘛，龙龙你要盖好被子早点睡呀，龙龙你要多和奶奶长高高哦，龙龙我好想你哦，你今天也过得开心吗，晚安我表酱子想我老公啦，我和龙龙睡觉去了。还有龙龙的各种萌萌的回复，龙龙很乖的，龙龙有在好好看盗墓笔记哦，我洗好澡准备睡觉觉了，妈咪你叫我干什么，龙龙要准备盖好被被睡觉觉日了，龙龙在和奶奶记得讲重启的晚安故事哄龙龙睡觉哦，龙龙想吃火锅了，妈妈给不给买吗，龙龙刚刚听完睡前故事要岁月了，这位阿姨有失眠。微博上的小笼包们真的是过分可爱了，一打开评论区感觉就像逛到了幼儿园，用这样的语气跟朱一龙说话，即使从没有真正见过他，但也像他就在我们身边一样，他就是我们的宝贝。如果朱一龙真的用这样的萌萌的小奶爷回复小笼包，估计是把命给他都愿意的吧。当然有些人呢，就算朱一龙什么都不做也已经把狗命给他了，而且是双手奉上的。比如我10月份朱一龙又收获了一个新爱称，这称呼的来源网友叫呼可爱。其实小笼包给朱一龙取的爱称真不少，居老师、居居、居仔、龙龙、泡泡龙、龙哥、大哥、皮皮居、小奶龙，每一个都很好，满满的都是小笼包们对朱一龙的爱。在龙龙之前这些称呼里，你最常用的是哪一个呢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里留言分享自己的想法。如果喜欢这篇文章可以点赞分享收藏，也欢迎大家关注小编，和小编一起欢乐戏剧，每天都会更新龙哥相关的更多消息哦。